你怎么哭了？我没哭啊，哭多丢人啊！你还没有回答我呢。你有没有特别想守护的人？有啊，我自小立志要守护南桑百姓。 将军，居功至伟，不同常人。少拍马屁了。你是不是想说，你想守护的人，是藏在柜子里的？我又没有苏楠楠那样的功夫，我只是不想让在乎的人受到牵连。如果去的人不是你的话。 我也不敢去呢。是星辰吧？不是星辰，星辰德才兼备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。像樊楼那种地方都是三教九流去的，星辰这般朗月清风的人，他怎么可能会去呢？不是他。那你告诉我，你和我之间谁是三教，谁是九流啊？哎，你不是要浇花吗？我会浇花，我帮你浇啊。 没看到吧？公母好，夫君好，先吃饭吧。今日啊，趁着你俩都在，老身有事要说。 老身这作为长辈，无非是盼着耀儿能给薛家留个后。这初月嫁过来也有些时日了吧，肚子总不见动静，我不能让耀儿对不起列祖列宗啊！啊？哦，姑母，初月公主才嫁过来没几日。哼。 恐怕这不是时间上能解决的问题吧？啊！哎，我看苏楠楠就不错，打小习武，身子壮实，我很喜欢这孩子。耀儿啊，你……姑母，孩儿跟初月公主关系甚好，这孩子不济于一时，你说？ 是不是？是是是，我跟将军感情非常好，非常好。那夫君，你跟姑母慢慢吃，我吃饱了，我先走了。薛大枕头，你喊什么？见过公主。我喊你啊。 白先生也在啊。嗯。夫君，你不是答应过我要让我去探亲吗？我一想，我要走好多天了，所以我就备了薄酒，让你去尝一尝。我不饿，你自己吃吧。那我等你，等你饿了一起吃。啊，属下还有要事要办，所以先行告退了。慢走啊。 走呗。嗯。啊。我帮你啊。哎，剪刀，当心我的花。啊，对不起。是，叶子都没换，你干嘛要剪它？剪去多余的枝叶，其他的部分会吸收更多的养分。你还一套一套的吗？ 人的感情和草木一样，用在了这一处，另一处就会有所亏欠。世事难两全，你选择了一方，就会亏欠另一方。我不希望你亏欠我。我亏欠你什么？信任。我不想你对我有所隐瞒。 还介意那件事儿啊？是，我是对你有所隐瞒，但是。
我也有我的家庭，我也有我的亲人，我也有我在乎的呀。我不可能因为嫁给你，我就失去自己了呀。所以，你选择亏欠我。不是，你看，就像那株离人花一样，你觉得它是属于你的，但是你却没有办法左右它开花的时辰。所以，我有我的坚持，你再怎么说，我也不会松口的。我饿了，我先去了，你快点来啊。事出月，我该拿你怎么办？徐初月，醒醒！你这是怎么了？我要喝水。喝水？谁要？你被人下药了。就是我的药啊！我要吃药。许初月，我叫人了。你过分了，许初月。让开。过分不过分？我就想要抱抱，抱抱。许初月，你在这待着，我去给你找解药。你才是我的药。许初月，不行啊！不行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许初月，你给我清醒一点！妈呀！清醒点了没有？干什么？说什么惹你生气了？那句话能哄你回家？怕下雨打湿你头发。要怎么才是温柔啊？你确定我睡不醒的小尾巴，捂着嘴舌在头上吗？老夫人，请我该再往前了。老身为何不能往前走啊？主要是赵婆婆，他们竟然……老夫人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他们竟然成何体统啊！你为什么总把自己弄得这么狼狈不堪？星辰他不理我。你说，星辰他为什么不理我？姐弟之间没有隔夜仇。曾经我和我兄长闹得再凶，到最后他都会原谅我的。不一样，星辰他这次是认真的，姐弟同心。他难过，我也难过。
王爷说了，谁也不见。这样，你过来。真的是来哄你的，我才不要你哄，我就是希望黄姐别像那月亮一样消失，你能够像以前一样管着我，为我生气。只要是给黄姐用的，哪怕付出再多，我都不觉得是浪费。星辰终于来了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天底下可不只需要一个男人。初月，就算是亲生弟弟也会有分离的时候，不过你只要记得你还有我。相思千年上西窗共剪，夜雨绵绵夜不成眠，想与你相见。对不起黄姐，心里长了一个见不得光的鬼，在我没有处理好他之前，恐怕不能再见你。他怎么样了？一口也不肯吃，以前在宫里什么苦日子都熬过来了，也没见公主这样啊。我去看看吧。连你也来安慰我了？我不会安慰人，星辰把你托付给我，你要是在这房间里憋坏了，那责任可就是我的了。我又不是东西，为什么把我托付来托付去的？你和星辰之间早晚有一天会是这个结果。胡说。父母在，人生尚有来处，父母走，人生只剩归途啊。静妃走了，你也嫁到了薛府，而顺王呢，日后也会有顺王妃，
你们以后的归途就只是各自的伴侣了。以后的顺王妃，那也是我的弟媳妇，我还巴不得多几个姐妹呢。凭什么姐弟之间一旦成了亲就要形同陌路？我不服气，我偏要证明给你们看。信不信由你。我偏不信。我们约好了要做一辈子姐弟，这才哪跟哪儿。好好好，一辈子的姐弟，只不过你要是再憋下去可就要发霉了。我带你出去散散心吧。我不去。姐弟如手足，星辰不理我了，我的腿就坏了。坏了就把它接好。来，快下来。今天我带你看个好东西。准备好了吗？你确定公主她喜欢这个东西吗？一定会喜欢的。啊，那行。将军请看。怎么样，这是我刚从马市里淘来的汗血宝马，喜欢吗？就猜你会喜欢。啊，平日里兄弟们心里不痛快，只要出来跑个十圈八圈的，心里就一定舒坦了。你别跟我说话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心里非常极其特别的不舒坦。哎呀，星辰他只是长大了，这个男孩子变成男人之后，最想先摆脱的就是自己的亲人。什么长大了？星辰在我眼里，他就是个小孩。小孩？他可比你想象的要成熟多了，要不然，这樊楼他怎么管得了啊？樊楼？嗯，樊楼是星辰开的。你不知道？我要是知道的话，樊楼，我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此情绵绵，心心付。